几天前，我跟爸妈大吵了一架。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没有。我不喜欢他们管我的私生活，我想要的只是自由。你最近的心情不太好。他是个严格的父亲。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想看的只有我的成绩而已。现在应该一颗有重了。我不管啦，以后不要再随便进我房间。从那次之后，我们的互动越来越少。妹妹，你为什么要进我房间，还偷听我讲电话？我哪有偷听你讲电话？明明就有，那你是不是进我房间？好、啊，是我。我不是说不要再进我房间了。不要生气嘛，刚说。我不管了、啊，今天放学我不回来，我要住住小黄家。哎，妹妹。才接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？到头来，我才发现，我想要的自由，远远都比不过爸妈对我的疼爱。